上来抓野，这么刺激吗？啊，这么刺激，来吧，这么刺激，那我们就刺激一下，刺激刺激。干啥呢？啥意思啊？我走了啊，别跟我扯淡了，我可不跟你们搁这玩了，你们自己玩去吧。龙王去蹲人不是脑瘫吗？为啥呀？龙王去蹲人咋的了？一个龙王在草里边，球不出现吧？你好，我的小船长。一上来点，不要让他崩啊！七秒一他，三二一，可以了啊！一 A， 只要点点点点，闪现可以。老公，啊，你给刚才那个说我长得像迪丽热巴的那个水友上个房管吧。一会儿来领房管啊，那不行，他咱那不能拿了吗？我Q你一下，几瓶药了？就插个眼的啊，这船长不太好杀，打了个闪还可以。A Q， 我们还有个小饼干，没关系啊，好炸！他好像也觉得了，算了，不打了。我们好像有点像那什么，有点像那个什么。什么邪恶组织了？啊，我们有个口号是吧？嫂子长得像迪丽热巴。刚才还有个人帅，说这就是迪丽热巴跟吴彦祖的直播间吗？哎呦天哪，兄弟，论夸人还是你可以啊。但是我要让你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舔狗会一无所有，我不会给你上的。少一个兵呢，还、哎、呀，你来啦 ！E A A， 往前走 ，A 接 Q 接 W 接 A 接 A 接 A， 死了 ！E A 点燃平 A A 接 Q 死吃药。从今天开始啊，这个。早上跟晚上啊，我们去打一下这个其他的，在下午的时候两点左右吧，我来打一下我自己的号啊，看能不能杀他888个，尝试一下。吃他一层塔皮，没拉了，回家。你要干嘛？人人有份儿。
把这卖了，饼干给他卖了，看这把出个啥啊？船长，这把出分离者吧，船长比较肉啊，出三项不一定能打得动。先来个耀光，赶紧推，看这船长能不能直接越塔把他拔了啊！把他拔了，老船长，今天我就把你拔了！快点推，快点推，快点进塔！不好杀呀，这波呀！哎呀，塔没进去呀 ！AQ 一下破骸骨 ，Q 一下。别送钱了，兄弟！你说你非得抠一下那桶，那桶又炸不着人，你抠它干嘛？你卡那俩兵线有啥用？你还能不补了？你不还得补那俩兵吗？来吃个药啊！这里头有眼儿，好像。有眼儿也没事，有眼儿我就站在这里，让他知道这里有眼儿。等船长出来啊，把线压过来，来让他把线压过来，压把他杀了。走，吃狗屎的。不吃了，这死我都不吃了，堵着他，让他觉得他自己死不了，知道吧？让他觉得他自己死不了。空一波线，这人怎么这么玩的呀？炮火轰鸣，哎呀我的天哪，我来吃口屎，你别着急。右边插个眼儿，哎呀，炸着我了！我先不上啊，别着急，让这个蓝枪上，他有闪这波，我们不着急杀他。走一手。先 Q 啊，没事，我死不了。再转，挺烦人呐，潘森呐。哎呀，这一个蓄力 Q 来给我扎死了，算了，我走吧。你们这没完了是吧？啊，你们这怎么这么多人？我就纳了个闷了，怎么就能这么多人？这家伙，这给我技能给我打的，大招给我打了，闪现给我打了。艾克还交了个闪，行，
害死。你是真是。我猜得中他。真他妈能蹲，我操，真能蹲。我从死了啊到复活至少能有一分多钟吧，我估计人俩搁这就一直蹲，就一直在这蹲着，人家俩不走了，种子不要了。我来支援一波，还行，死一个，丢一下，700块钱，卖个药吧，来个分体者。一上号我打不过，那船长猥琐的跟个那个防御塔一样，然后人俩中路一塔不要了，哎，来保这个船长，人俩搁这一直蹲，从我。一开始把我杀了一波，还我在死亡的时候，人连俩就没走过，就一直在那蹲，一直蹲，真是能蹲。下面我去不了了，我得回上路了。这不行了，吃波野吧。这波没大，蓝自己打吧。我就只杀了这船长一回，就从来这人就跟在防御塔那底下一待，兵线过来了，直接拿大推线。这也就是这前期蓝枪没来越他塔，来越他塔打死他。小龙我们去不了了。我得补自己发育，那船长十级，我们也得十级。他吃了我5层塔皮，我们1层塔皮没吃。你是真猛，谁给你的勇气跟我打？小犊子，还跟你狠呢吗？出个老破布甲骸，我也来个布甲骸，我告诉你，我也来个布甲骸，我还来一把死亡之舞。哦，漂亮。这龙王的皮肤还像点意思，这个屁股挺大的，一般龙王的皮肤屁股都有点小，尾巴不行，不够长。下路干一波，别让我拿到人头啊，千万别让我拿到人头来。别怕来，别怕来，别怕来，别怕，别怕来，别怕。闪现一颗 ，nice。他没有带凯旋，没关系，死了。啊，这都没死啊！
信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兄弟，他一速还呀，你怎么能没撵上他呢？真是佛了。带崩队友，他自己没人着，赖我，这我也啥关系？这船长怎么的？怎么就狠上了呢，兄弟？你不应该狠呐、啊！你怎么会狠起来了呢？你这两个人头哪里来的？拿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拿，我就打了来。我们吃口屎啊！黄毛可以尝试一波，上波没闪现，这波怎么办？来给我追他，一 A 行，闪现了，这也不好杀呀，这有什么好闪的？来来来，往下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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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这下路这得干一走，快点来啊，龙王，我到了。一 A 出 W 溜平 A 再 A 杀牛头，这牛头什么什么东西？你来 ，nice， 大乱斗了呀！我已经有300块赏金了啊！蹲我，没蹲出来什么东西。说实话，峡谷可以要。嗯，峡谷可以要，可以打峡谷。这船长不好杀呀，算了，峡谷可以打呀，打个峡谷先锋啊。我不能再去了，我跟你们说。一般像你这种发育啊，稍微比别人差一点的情况下，你就不能去，就是再去拿这种野区中立资源，这这那那的，你就得补自己的发育了，知道吧？不过这猴现在这英雄杀人真费劲，真是费劲，没有三项杀人太费劲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到位了！你看那船长。就猥琐成这个样子，根本就杀不了，就是塔下战神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脱节了脱节了脱节了，来，来先杀这个艾克。多少个人呢？死死吧！龙王到了吧，全死。龙王到了就全收割，通通收割。潘森像个战神一样啊！潘森，这么猛吗？这潘森，啊？死，平 A 他一下 ，nice， 拿下。我要是能 A 捅，我也像个战神。我 A 个屁呀！我得进去转去。我应该先把艾克杀了，我没杀他。我寻思我有队友，但我没有队友。
我早点把他杀了好了，我应该自己把他艾克杀了，这样我不会掉那么多血，你知道吧？船长来了，我还能挺一会儿。可是过来逮我来了，快走吧！一瞅就这就不对劲，你知道吗？一瞅这就不对劲，这留什么意思？几个人，别着急啊，勾引一波，来。队友呢？这波上当了，兄弟们！我本来以为我们家的队友全部都在附近，我没想到啊，这波不是队友在附近，这波是他们家队友在附近。上早了，那船长都骑我脑袋上来拉屎来了，都差点就把屎滴在了我的头上，我那能忍得了吗？在我脑袋上拉屎，这个船长怎么的还打大龙啊？可以尝试一波大龙，来吧，逼一波团呗。我在猜上路啊。我可以拆二塔，你们不用管。那潘森来就让他来，潘森都打不过我，没事。害追啊？不是吧，兄弟，你有这么猛吗？你确实有点猛啊。感觉回头稍微有点回慢了。确实有点猛啊，确实有点猛，来个吸血吧。啊，他杀了九个人，我要回头再回快点，他应该打不过我，虽然他有蟹手。眼睛很痒啊！小龙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几个人啊？这也没大呀，兄弟们，我得下去吃口屎啊。哎，把龙先拿了，对着船长先杀了。小黄毛你先上，我先给他转起来一 Q。 哎呀，大龙收了拿下，真不有眼睫毛。Okay.
过来一点。没有人。大龙啊！伤害确实低，这英雄现在不行，这伤害。咱不得不说，这英雄虚区确实是不行，知道吗？你看我这两件套啊，都不太行。正常我要26分钟两件套，随便塞，真的。我要有个三项死亡之舞上个版本，你想想我是多么的恐怖。你仔细的想一想，加上个提亚马特，看看有没有视野啊？没有视野，谁死了？五个人。人有点多呀，还行，六个人头了啊，888-6，你得保一手龙皇吧，打的啥玩意儿呢？那艾克两件小破装备，把那我们家后排给杀没了。助攻多少？没有助攻。下路收波兵吧。这个九头蛇得要啊，九头蛇出完出个黑切。出完黑切，出个春哥就差不多了。我现在想杀着船长都费劲，他都其实都没啥护甲装。能打，能打得动就行。但现在这打不动这个人，虚区太低，那硬推可不好推，我们可能得等个小龙。你怕啥呀？你在这里抠人，抠！啊！先把这艾克给他秒了，来了，彗星来了！大留着，对，先打不了走一走，这是虚区有点高啊。小龙吧，我可没血了，我可去不了啊。这你们要上就上吧，我就不上了。来打个小龙，谁死了？蓝枪死了。你这蓝枪死了，小龙怎么打？这样啊，这个位置呢，插个针眼，我们呢站在这个位置，在这等一下啊，在这等一下。丢都妈的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是啊，打人可挺难啊。打个大得了吧。哎，别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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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
小龙够呛的。不行，小龙没了。不是亏屏，他扫描扫着我了。我就感觉这艾克可能有扫描能扫着我，你知道，我也开了个扫描，但当艾克不动的一瞬间，我就感觉事情不太对了啊。这波主要是蓝枪死了，我们这条龙吧它也不好守。下路收波兵，然后把上路的这个大龙视野做一下，下一波团战我估计最后一波拿下就完事。我其实都没怎么带过线儿，都升个16级吧，先升个16三级大，然后去打小龙啊，不是去打大龙，等十秒钟我赶得到，没事。再赶啊，别急。你直接开了也行吧，我这边有闪，我们最好是能保着点后排，顺便带着点前排，顺便还能带着点他们家后排就行了。龙王放螺旋丸了，这波准备闪现啊，先把中路塔拔了，出着潘森，我们先把这那个桶子给他打了啊，行吧，撤着走吧。哎，就这一个前排属实有点难玩，我说实话。哎呦，好难上啊，根本上不去，这玩意儿根本就进不去场，那是哐哐哐一顿减速控，减速控。这团战好帅呀、啊！我看要不要来个蟹手啊？先出春哥吧，先出黑切，然后出春哥，出完春哥出蟹手。猴老了，你净放屁！这跟猴老了没有关系，是猴太垃圾了，太弱了。移动速度太慢，进不去，谁也进不去，没办法。而且吧，我们一共就我一个前排，死指定都是我死。这潘森我来一手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牛头搁后边来，注意晕住，打死来，谁又死了？哟，你瞅瞅这，根本我就上不去，全是减速，没点加速技能，你390点移动速度撵谁呢？你蓝枪都430，
我说实话呀，要是猴能加移动速度，那三项啊，三项如果那被动不加攻速，加的是移速，那就挺厉害。你看那卡莎多少移速？我就如果我放 W 瞬间被秒，如果我不放，我就追不上人。所有人的移速，没有一个人的移速是390点。船长好像是啊，船长好像是，那我也不能杀船长吧？你说没什么用，那船长。挺进破坏者，不行，这个东西跟我们不契合，没有用，没用。你出这玩意儿伤害低。下把试一个，但肯定不行，那装备指定是不行，没有用那个装备。你要现在这猴这伤害就这样，家里要一个前排的话，那就只能这样了。打了两条大龙都推不下来，对面属实是韧性还是可以的啊，这韧性，这韧性还是可以的。黑切2200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进过钱了，没有 money 进账。下路推不行，大龙吧。你下路推，如果我们推失败了，对面拿大龙。大龙吧，要不大龙，大龙，大龙。先拿大龙，再去推下，才能好一点。有的时候吧，你得知道你先干什么。嗨呀！先打这个大来，别急，先把这艾克给办了啊！哎呦我这虚区，哎呦我这虚区，全家桶啊！哎呦我这流头可以啊 ！EA 出先杀小黄毛，剩个潘森，这龙王怎么老打没蓝啊？一整就啊！打龙，哎，可以打龙，可以打龙，他们家就俩。打龙，哎，打龙，打龙，把龙打了。哎，别着急啊，加油，兄弟们，我就不上去了，我差200块钱，我们把这200块给他打了。我一会儿神装了，把这个分离者卖了，我试试啊！我们可以尝试一下，看看这挺进破坏者能不能行。加点移速吧，跑的太慢了，真是太慢了，慢死个人呢！肯定不行，我也觉得不行。你说有用，我说没用，我说这个没用。把小龙打了，
有没有眼儿？给我藏两个，可以。先打龙，先打龙，先打龙，先把龙打了。嗯，先把龙打了。哎，这波四打四，尝试一下啊！这龙王，把这刘先杀了，保一手啊！小黄毛，你让我逮到你了啊！哎，拿下！为什么一个人头也没有？十六个助攻，玩个屁呢？888个人头还怎么杀？先打他一下。你的虚区有点高。哎，拿到了一个，漂亮啊！888-7。888-7，来个 BGM。